欢迎光临人民新公社，欢迎观赏三八欢笑 day。如果你只有15文钱，却吃了一碗16文钱的汤面，应该怎么付账才能够全身而退呢？他是这么做的。我今儿这个，钱都比较零星，都是零钱呐。哎，你数好了，数好了啊！来，可以了吗？哎，1、2、3、4、5、6、7、8。哎，外面现在几点了？9、10、11、12、13、14、15、16。谢了，哎，欢迎再来，拜。2014年 NHK 新人落语大赏得主校服亭杯平，则为台湾观众苦练中文、台语和英文，全是如何用同样的招式吃面。1、2、3、4、5、6、7、8，卖面，现在几点？这就是落语表演，一个人独坐台上，分饰多角，用简单的小道具说一段诙谐逗趣的故事。不管是日本的落语，还是这个华人的相声，不管是单口还是对口啊，那或者说日本的落语或是漫才，是漫才都一样，它就是让人发笑的啊。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相信它是无国界的，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我们很有自信，就是说这件事情应该可以让宾主尽欢的，能够让表演者跟指导者跟听众享受者是能够更融入，而且达到更增幅的效果。找出不同文化中类似的故事，保留每个国家的气氛和情调，经过不断调整修正，要让台湾观众了解三八欢笑队中所要传达的各国文化。やっぱりその言葉の壁っていうのはどうしてもあるんでね、そこをどうそのボディーランゲージ的なところで表現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な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落語はその言葉の芸ですけど、そこにプラスアーシャーみたいな方が入ることで、そのムード、雰囲気、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してもどこまで落語というものを伝えれ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課題でもあり、楽しみでもある。你也看到那小的自老鼠是不是？说相声，女人你可以有美感，是我第一次，所以呢，我在这里要继续跟大家一起交流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创作新的段子，然后让更多的人，哈哈，完了。在舞台上用力搞笑，他们要让落语、相声等曲艺文化透过跨国合作继续传承下去。请大家多多指教。